神秘了吧，老公。哎，欢迎老公，哇，感动嘞。哎，没有拍到，再亲一次。对，来，你亲在这里就不要动了哈，专业的哦。漂亮！我跟你刚刚不是有放墨镜吗？拿起来戴一下。硕哥说的对，快把墨镜戴好啦！徐若瑄、真人硕、张世伟领衔主演的《红衣小女孩》外传电影即将上映，21日举办媒体见面会 ，Vivian 老公还特别从新加坡飞来支持，也太 sweet 了吧！徐若很幸福啊。娇羞，我觉得你们每次我讲话你都用娇爹娇羞，根本就没有。我刚明明就，我是怕模糊焦点，对剧组不好意思。我现在不是娇羞，我是有点，你知道，有点错了蛋。不过通常票房好都要给影迷们回馈一下，这点就交给第一次登上大荧幕的舒伟负责喽。我说跟真人说接吻吗？可以啊。你有问过我吗？硕哥，这就是你的问题喽，可别忘了你刚刚说的戏位有什么互动啊？就是正常交往喽，稳定交往中喽，交往半年了，对对对，现在目前热恋期，就期待两位的防闪喽。